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心急求婚男被吉他驳晕，佢得咗，佢又得咗，好嘅咩？佢都得咗，但系呢个印度男仔就佢两个初仲好地地嘅，去到 The Live Band 前，有人递埋咪，个男仔就发表爱的宣言。不过啲现场观众就唔多合作啦，佢就喺隔篱拖地。啊，仲成架车驶埋嚟，玩嘢咩？到戏屋啦，但系个女仔话唔好、啊，仲要你。讲句 no 咪算咯，唔使当街兜头搏啊嘛。系男人就唔应该焗人哋应承，私下倾下先啊嘛。不过男士们又唔使睇到咁惊嘅，话晒佢哋只系识咗三个月，只要夹啱 timing， 搞清另一半嘅心意，成功依然在望嘅。